颁奖今年主场首战邀请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担任开球嘉宾。李安不仅身穿一身棒球衣，开球前几天还接受球员指导练习练到手酸。可惜今天开球挖地瓜，当下表情也相当惋惜。接受媒体联访时，也自曝自己从小爱看棒球，甚至太太还是在棒球场认识的。来听李安的最新访问。前几天去跟他们练啊，练的手很酸这样。然后可惜没有丢一个好球，我认识我太太就是说刚刚到美国就去帮青少棒去加油，世界冠军，那时候荣工拿世界冠军，我们加油是这样认识我太太的。对，盖瑞成在那个伊利诺盖瑞成，我们认识的。李安透露到美国去帮台湾的青少棒加油时，因缘际会认识了现在的太太，两人都非常喜欢棒球，也特别回忆过去看棒球时的点点滴滴。在台湾成长过程都在看球，只是那时还没有职棒。李安也对今天为他蹲捕接球的林哲轩有印象，记得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非扑美技还上最佳十大好球，这次成为开球嘉宾也让球迷们相当兴奋。